什么工作呀、啊、扫地、擦灰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每一天来点评，所以我们也会发红花的。所以发红花后面有一个小朋友的花园，那个后面那个墙上有小朋友的花园，那个花园的小朋友就是你的点心，那个花园就是小朋友的点心，一定要做种植点，一定要做到立型花，然后有这个红金花，还有孝心花。尤其是干活，我们感觉是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效果。他越干，那个孩子成熟的很快，所以基本上是这样。所以读经现在我们就是要求小朋友先养成好习惯，先响亮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出，主要是先做到这个，然后吐字清楚，读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先是有这个要求，所以没有读遍书，现在还没有到。基本上是这样。好，三个清楚。不是，看师长，现在看师公派爷爷。